当全世界所有先进的国家都在开始重视高中的教育，学校里面的课程跟教学自然也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挑战。107年，高中面临了新课纲的挑战，这件事情目前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所有学校现场校长老师们最大的关注。我们能够理解的是，要培养未来正在等待的人才，在课程与教学上面他必须要做一些的质变跟量变。在这个过程里面，新课纲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应该要如何做，似乎有很多空白的地方等着我们去探索这个答案。台北市中正高中在过去7年以来，许许多多的老师形成了社群，组织了非常多的课程开发的团队。我们无时无刻的都在思考，怎么样能够提供给所有的学生一个适性发展的课程，如何从教学的改变上面去更适合学生学习的需求。所以在今年暑假，我们累积了半年的准备，我们试着从课纲的技术层面去做突破，有没有可能提供给学生一个不一样的课程架构，让学生真的做到自主学习。因此小中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期望之下诞生了。当初要参加小中正这个计划，是因为校长在一次研习当中提到一生一课表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是以学习者为中心，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酷。学习者可以在这个当中呢，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东西，那他在学习上面有更多的自主性。而这种课程呢，是75分钟的，在75分钟对于一般老师来说，到底要怎么上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挑战，你无法在课堂上面完全用讲述的方法，你必须要加入更多的活动。在完成这个计划之后呢，我们对于国中生的学习英文呢有更多的了解，那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可以参与这一次的计划。
拜一个亮。非常的感谢中正高中有33位老师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开发的一个行动研究。我相信这120位同学，小中正虽然是一个虚拟学校，但是你们应该已经开始体验到一个未来正在等待的人才，他是多么的需要得到这样子的不同的课程的学习。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体会到，孩子，你们是自主学习最重要的决定者，大家一起加油喽！谢谢。这是小中正的营队挑战了学校老师专题教学的能力，75分钟的课程设计，还有不同于以往的班级管理方式。我们很高兴在今年暑假有机会做这样的尝试，让我们看见更多教育改变的可能性。这对勇于尝新的中正高中老师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嗨，我是许恒琪，参加小中正这个课程，我觉得小中正这个课程让我了解到国中和高中上课方式的差别。他们用跑班的方式上课，在这段期间，我提早认识了中正的校舍和老师上课的方式，也透过各种讨论和交流，认识到许多同学。最后，谢谢中正高中有小中正这个课程，让我国中升高中的暑假很充实，谢谢。大家好，我是吕宪瑞，很高兴来参加小中正这个活动。小中正的课程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所以上的课都是我有兴趣的。老师上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课外的，补充了很多额外的知识。小中正中间也举办了许多能让我们更了解高中生活的活动，令我印象深刻。上小中正也能先了解高中的生活和环境，在这段期间内我也认识了许多朋友。最后，谢谢小中正这个活动，开启我的高中生涯。